歡迎收睇最新消息。咁我今次咧就同大家咧講下日劇嘅。其實咧一路以嚟咧我都有留意開呢個日劇嘅情報啦。咁咧就但係咧好少喺最新消息呢度同大家介紹。今次咧我希望咧都同大家咧講下咧今季嘅日劇。就係有啲咩新嘅戲咧，係可以留意嘅咧，咁樣咁啊，先咧回顧一下先，因為咧上一季咧，其實我原本都想講一下，不過咧就冇乜機會啊。上一季有一套咧，呢個三年 A 班咧，咁樣就係一套咧係好特別嘅主題嘅劇，我覺得咧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咧，都可以回顧一下，因為呢套嘢咧就係講緊咧就係個老師咧就將所有全班嘅學生咧就變成人質啊！咁咧就係要嚟咧去 asking 一啲嘢嘅，去訴求一啲嘢。咁咧就咧係一個幾特別嘅主題，同埋咧都喺日本咧好大迴響，同埋咧非常之受歡迎嘅。咁所以呢套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今季有啲咩特別嘢咧？咁我要講幾套嘅唔同嘅劇啦。咁首先咧第一套咧就係呢一個叫做咧我要準時下班啊！咁咧就係咧由吉高由里子主演嘅呢套劇就反傳統，就係講。話佢咧就每日都要咧準時走嘅，咁但係當然咧，亦都咧中間係講翻即係日本嘅 culture 啦，個文化係點解會咁樣啦，同埋就係即係大家打工仔咧 OL 咧，其實咧即係喺呢個職場裏面咧有好多遇到嘅問題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人士嘅鬥爭啊咁樣咧，咁都喺呢套劇裏面講，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呢套咧都幾 recommend 大家睇下，亦都係咧即係今年呢個日劇嘅話題之作嚟嘅嚇，其中一套。咁咧跟住咧就講下第二出咧，呢個叫《東京獨身男子》啊。咁咧呢套咧就係 AK 男子啊。咁啊即係話咧不婚唔結婚，但係好有錢，同埋咧好好有學識嘅呢啲嘅男人。同埋咧就仲有就係即係講下即係點解而家喺呢一個日本咧有好多呢一類型嘅男人啊。咁咧點解佢哋會唔結婚咧？咁樣咁係有啲乜嘢嘅原因咧？咁呢個我覺得咧可能有好多。朋友啊，有好多女士們應該都啱睇啊呢套，因為咧都係好有型、好有格嘅一套戲嚟嘅。咁跟住第三套咧，我要講下咧就係集團佐千，咁咧佢咧就係阿福山雅治做嘅。咁福山雅治即係今次咧，我覺得佢係有個。有少少突破嘅，因為佢係比較輕鬆嘅手法啦，同埋咧即係講佢係一個銀行嘅一個支店長啊，即係佢一個分行嘅呢一個行長，咁咧就講佢點樣咧，即係好似呢一個半澤直樹咁樣啦，點樣同呢一個總行咧係有啲乜嘢嘅對立啊，同埋咧就。呢一套咧，我覺得同以往幾套講銀行嘅劇咧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佢係真係比較輕鬆嘅感覺大啲，即係冇之前嗰啲咁有壓迫感啊。但係咧就我覺得都好睇嘅，睇過第一集之後，我覺得咧佢都收視幾高嘅，同埋咧今次咧即係阿福山咧，因為佢之前嗰幾套劇咧都麻麻地啊，即係個收視，所以都可能呢一套咧係翻身之作啊。咁啊睇下佢嘅表現如何啦，今次。仲有一套咧，嗱呢一套咧又係要講嘅，今季咧嚇好多男人嘅戲啊，但係咧有唔同類型嘅男人，頭先講過有可能獨身嘅男人啦，有銀行嘅男人啦，咁今次咧講過呢個兩大型男啦，就有阿西島秀俊同埋阿內野聖陽兩個都係男主角級啊，咁咧就係佢哋咧每一集咧就係都會咧係整一啲嘢食嘅，咁咧就係咧每一次咧都係教大家有一個 recipe 啦，係點樣去煮一啲喺家庭。日本嘅家庭嘅小菜啦，咁樣咁當然其實個故事咧，其實就唔係淨係講食嘢嘅，咁但係咧佢咧就好似呢、這個這個孤獨的美食家啊，或者好似之前嗰啲深宵食堂咁樣啦，都係講一啲其中一個主題就係講佢煮嘢食，但係其實咧就講緊佢呢兩個基級婆咧，即係佢哋點樣去面對嗰個日本嘅社會啦，同埋就係面對佢哋嗰啲。可能啲同事啊，佢哋啲隔離鄰舍啊咁樣，咁我諗都係，亦都係反映翻呢個日本嗰、那個而家嗰個 society 嘅文化嘅。咁但係當然亦都係兩大主角啦，去做呢一個劇咧，亦都係夜晚嘅劇嚟嘅。咁所以咧喺日本咧係好受歡迎啊，同埋即係係一個好有話題，因為咧就係因為佢哋兩個咧都係型男啦，同埋係主角啦，咁而做呢一個主題咧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同埋亦都係咧即係喺夜晚嘅劇嚟講咧，其實收。是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呢一套劇咧，亦都係今次咧，可能係今季咧，大家咧可以留意嘅一套劇嚟嘅。咁咧就我希望咧，即係嚟緊咧都有。
有多啲機會咧，同大家咧可能分享一下呢個日劇嘅一啲情報啦，同埋可能講下咧，即係喺日劇裏面咧，即係睇到一啲乜嘢唔同嘅話題啦，同埋仲有啲係喺日本嘅一啲佢哋啲美食啊，或者可能佢哋啲 lifestyle 嘅嘢，我覺得都可以咧喺透過呢個日劇咧，可以同大家咧去講下嘅。咁今次嘅最新消息咧就講到呢度，咁希望咧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一啲新嘅 topic。下個禮拜再見。